这就是那野人。活的，活的，那走吧。走。咱这来找旺财的，你看着这野人干嘛？哦。打把手，打把手。哎呀，哎，累死我了。怎么回事啊，栓子啊！你怎么背着个人回来呀、啊？钱叔，您听我说啊，我跟二娘子去找旺财，好不容易从东头走到南头，从南头又走到西头，从西头又走到北头，从东北头走到了东南头，又从东南头走到了西北头。您猜怎么着？终于站在桃花深处，我找到了这小子。旺财呢？对。哟，旺财呢？哎，哪儿了？回来了，回来了。啊！栓子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哎呀，没事，贤叔，肉还在吧？在。好好好，好好滚，滚紧。我捆住了他。滚，捆紧点儿。绑紧点儿。绑紧点，绑紧点。哟，干嘛呢这？啊？小侯爷，小侯爷，您是要听全活了，还是要听啃节的？啃节了呀，啃节了。话说，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，小侯爷。哎呀，那他到底是干嘛的？不知道，不知道。哎，小侯爷，小心呐，咬人！啊？怎么一股虾皮儿味儿？哎呦，真死！真死！哎呦，怎么了？说你是真子，你还演上了？说，你是流民还是草寇？说。侯爷，这好像是一个高丽女子啊。高丽女子。你怎么知道？小侯爷，老夫家中的小妾也正好是出自高丽。小妾的啊，高丽，高丽，查了米斯哟。那汉话会说吗？你怎么没反应啊？给他封穴了。解开，解开，快！问你呢，会不会说话？哎呦！钱叔，嗯，怎么样了？啊，身上无大碍，只是皮肉伤。哦，那怎么还没醒过来啊？这个，夫君，这个就是逃跑的高丽女婢呀、啊？应该就是她吧？夫君，那我们要如何处置这个高丽女子？是啊，如何处置呢？既然还没有主家，又自己找上门来，就没有送出去的道理。夫君的意思呢？夫人的意思是说想留下。对啊。可是这高丽女子野性难驯，语言不通，怕是不好调教啊。这哪有天生就调教好的下人？开始性子是野了些，慢慢的也就老实了。这关键就在于一个字，打，打到他没了野性，懂了汉话，学会了规矩为止。哎呀，夫人啊，注意言辞啊，这打是不行的，要讲究方法。当然了，这打也不是我打，得给他找一个又狠又贼的主子。那要找谁来管呢？
气上档次的配我，还是这件低调奢华有内涵的配我？啊，夫人这些衣服穿在别人身上，那就是装模作样、绿茶婊、低端粗俗、水节操；可穿在夫人身上，那全都是高端大气上档次、低调奢华有内涵。夫君好有修养。哎呀，夫人的肚子又大了，来，来我听听。没正经。爸爸，爸爸，你要去哪里呀？动了，真的动了。你摸，你摸，摸！哎，真的动哎！啊，我要当爹啦！夫君，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，我终于可以为你王家延续香火。你有什么事儿？我想告诉你一个秘密。我怕有负担。我必须告诉你，你听着，我是个汉子。哦。我告诉你，我跟女人有肌肤之亲了。就是高丽那个女子，那天我背她的时候，她记不记得肌肤之亲？现在想起来，我回味无穷。栓子，你和谁有肌肤之亲了？没，栓子说。没有没有，和二娘子，二娘子有肌肤之亲了。你们两个人有病吧？回见，慢慢点啊。你真有病。两位，云姑娘，麻烦通报一声，就说云家姑娘来访。好嘞，您稍等。妹妹，姐姐夫家规矩多，妹妹莫怪。姐姐，这说的是哪里话呀？姐夫家是堂堂侯爵大人，地位显赫，规矩自然多了。想当年姐姐在娘家的时候，规矩就没这么多。妹妹，最近庄上收成可好？回姐姐的话，今年收成应该不会差。那就好，这样云家的债也就能还上了。哦，对了，妹妹，你不说我还忘了，今天可就是还款的日子了。姐姐真是持家的一把好手啊。何以见得？您这借条啊，都能随时带在身上。王家虽然家大业大，但也经不起那些不守信用的老赖们折腾，所以这欠条都得随身携带。姐姐不用话里话外的挤兑我，欠债还钱天经地义的事儿，定了的契约不遵守，毫无信誉可言的话，又何以为人？虽然妹妹是一介弱女子，但是我也懂得这个道理。妹妹说的哪里话？姐姐可不是这个意思。不过妹妹这么讲信用的话，那姐姐也只好公事公办，不讲情面了。今天就是还款的日子，请问妹妹，这钱你带来没有啊？没有。那么按照约定，按照约定，如若还不上全数借款，以地契为抵押。姐姐，地契在此。小云，你什么时候来的？啊，姐夫。啊，我已经来了有些时候了，这就要走了。这就走了？不是，没什么事儿，在家吃口饭吧。我让厨房给你烧几个好菜。不用了。我这次来就是为了还钱的事儿，现在已经和姐姐商量好了，那就不便打扰了。啊，那行，既然你不饿，那就不留你了啊。夫人，这是怎么了？怎么还不高兴了？这是。云家这个死丫头憋得一肚子坏水，气死我了。她怎么又气着你？刚才我在门口碰见她了，她说是来还债的呀。本来我想着她一定还不上钱，我好借机羞辱她一番，然后再多要些利息的钱。可谁知道她一上来就把地契给我亮上来了。不，那你怎么反倒不高兴了呢？
夫人，你不是最喜欢地了吗？人家给咱们地契，咱们就赚了呀。夫君，借他云家钱的是你王家，不是我陈家。这外人要是知道王家为了欠款的事情收了云家的地契，夫君的名节一定会受损。云家丫头一定是知道这一点，才有恃无恐。哦，想当初他云家丫头借钱的时候，点着名的要问王家借，到今天我才知道，原来有此深意。嗨，哎呀，夫人，你可能是想多了啊！别生气，别生气。这样，你说咱们吧，也不着急用钱，不如咱们就宽限人家几日吧。不是，你说，你看人家家之前遭了那么大的灾，她一个丫头带着两个弟弟能挺过来，也怪不容易的，是不是？啊，不行，我憋不下这口气。哎呦，别生气，别生什么气呀、啊？别气坏了肚子，气坏了我儿子啊！哎呀，不行、啊。我出去走走，家里太闷了。那你当心点啊。达来，达来，你，哎，来，过来，这儿，对对，来来。你把这个放下。拿着，拿着，来，拿着，拿厨房去。拿厨房，厨房，厨房。哎，我说让你拿厨房去，你听不懂吗？就厨房，厨房，做厨。这事儿女人干不了，还得汉子干。拿来，拿来，有劲儿，我真他妈有劲儿。栓子，你干嘛？我那，你帮他提水，你不帮我提，你香。不是小蝶，哎，小蝶。你也别愣着，这水我帮你提到厨房啊。有劲儿，真他妈有劲儿。